拼命，所以他们已经围着一个圆圈圈了啊！希望这样的向心力继续保持，小朋友继续支持他们，掌声鼓励。好的，那当然一样的哈，我们一三零社的变身自己选的样子，还是请大家最后再给他们掌声鼓励，谢谢他们，这个八年战非常辛苦，掌声谢谢。